就是啊，我洗衣服好冷呐、好吗好吗，我不洗了，你洗。你看你妈妈都不让你出去，她不听话，打她罗罗。你语重心长，你不出去吗？洛洛，你整天都待在家里面，我们出去玩会儿好不好？走嘛。洛洛，你躲里面干啥呢？现在反虐待动物法征求大家意见，我们支持反虐待动物法立法，快出来我们一起投一票。我吵死了，你不能吃。哎呦，你不要吼着了，包好了，等一下煮汤吃吧。洛洛，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啊？这里面谁是你宝宝？那谁是你妹妹？这是你妹妹呀？谁是你老公呢？那谁最美？知道你最美啊。洛洛，那你把篮子拿来嘛。我忙着嘞，那你闲着帮我存下呗。洛洛，跟你说个事，明天你和你爸爸回城了。洛洛，你躲在那里干啥？洛洛，你是不是欺负了弟弟的？那是为啥？好好好，给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再来快。啊？
当然要拍照记录啊，他又不是永远这么无忧无虑。可你的答案清楚了，可想到你的你吃不了，你闻一下，你闻一下，你吃不了，真吃不了，吃不了不能吃。今晚我们吃鸡，你不吃我们也要吃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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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了，不吃了。